干什么？我们接彪哥回去，都回去！凭什么？你算老几啊？你算老几啊？凭我是姚远，你说他老几？那也不能随便抓人啊！对呀，死活一天的。听着，这做什么？你们现在进去，就不是找人，是闹事儿。你们急我不急吗？我在这等你久了，我跟你们保证啊，李小彪今天不出来，我肯定不会走。 我知道你们担心你们彪哥，他人仗义，是你们主心骨。同时，我也告诉哥几个啊，以后你们也是远方的人，是我姚远的兄弟，我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，包括李小彪。你们彪哥，我们凭什么信你？大家不信，可以去问远方的老员工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你们在这干嘛呢？你们干什么呢？不要聚众闹事，赶紧给我撒开。 没事，那个我们就找个人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不是，安静一点，跟我面，好不好？安静点，好。都没事，肯定不会再闹事了，一会儿就处理，好不好？都解决了。等着。哎，彪哥，彪哥，李小彪单位人呢？彪哥，哪一位是你们领导？同志，我是。进来，给我办一下手续，这里是看守所，不要聚众闹事啊。进来，彪哥。 来，签字。哎，这儿哈。嗯。彪哥，哎，彪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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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签完了，添麻烦了啊，以后再也不会犯了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们走了啊，哎，好，哎，谢谢啊，走吧。彪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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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来了，彪哥，兄弟们，谢了啊，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 走，各位兄弟，谢了啊！走，上这车，别哥，给别哥，别。喂。 什么？现在让我飞过去？刘总怎么不亲自通知我？我手上还有好多事儿呢。嗯，